乐队名字的由来，觉得在乐队的简历上一定要突出的点是什么？旅游不是旅行，马蜂旅游大马蜂不是。我们希望多参加一些跟旅行相关的节目，就像现在这样，我们希望能多体验体验不同地方的美好景色，所以我们重点是旅游，不是是旅行，旅行行行，你旅风。金风玉露这首歌背后有没有什么故事？你转过去，你转过去。哎，它的背后应该没有什么故事。太硬了。怎么理解最是音乐抚人心？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音乐。我希望我们一起玩乐队，能够玩了七八十岁，还可以在一起，这才是真正的浪漫。音乐挺好的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很有道理。这次全员一起种地了，有什么感受？我们这次并没有参与种植，我们只是参与了收割，但是也感觉到这个是个非常累的事儿，所以希望大家珍惜粮食，珍惜我们美好的今天。如果歌曲有颜色，你们觉得金风玉露是什么颜色？黄吧，金黄色，金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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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丰收的颜色。对，十秒钟向大家推荐金风玉露，来听来听，爱听多发。晚风啊。